看见吧，这个边，这个边已经能上来，长成这样了。你也上初中了？高中。高中了？哎，高中学业紧呢。嗯，我们在这，我们放假才走这边。啊。找幼儿园去。哎呦，天哪！是什么？怎么？没事了啊。哎呀。哎，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了？嗯，没事啊。不行，这样。先去前面下风。